小编有一个越南血统的亲姑推荐了小编一家小馆子，是一对老夫妇花了很多心血用心经营的，说是一定要来试试他家的牛肉粉。要说啊，温哥华遍地都是牛肉粉，我就不信这一家能吃出什么花样来。生牛肉片直接涮在香浓的牛骨汤头里，加上满满一碗米粉，再配上罗勒叶、豆芽、青柠檬，十分的爽口呢。除了牛肉粉，店里还有这些很粤式的小炒菜，值得试一试呢。烤香炒牛肉，香嫩的牛肉与香菜、萝卜还有罗勒的清香完美结合，简直幸福感爆棚。还有这透着清香的晶莹剔透的粤式粽子，被炸得清香软嫩的炸豆腐，看着足够诱人的粤式糖水，都值得你试一试哦。大温点评，本地吃喝玩乐第一入口，求关注哦。